居居还没有起床啊，嘿，成功被我吵醒了。起床啦，外面天亮啦。早上好啊，小宝贝。早上好啊。爸爸今天要出去哦，你跟妈妈在家里哦。昨天晚上没打开窗，车里又很闷，打开了又有点凉，然后我就今天早上把它给放这边睡了，还是很冷的。他现在暂时还不会翻身，就没所谓。我昨天起来上了十几次厕所小便，所以我感觉还是很不对劲。因为这个事情呢，我已经拖了太长时间了，是从2020年七八月份吧，那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这个问题的。我觉得还是要去医院再检查一次。之前检查可能是没有遇到好的医生，他就是随便给你拍个片子，我等了2个多小时，他就跟你说了两三分钟差不多，你开个药就只管走了，吃了之后也没有什么效果。这次我只能在这边的医院再碰一下运气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好的医生。这里呢是西升门呢最大的一个医院的景洪的人民医院。今天跑过来挂号，说是挂了号的话今天也检查不了，要看一下运气，我先到二楼看一下能不能检查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付费。医生呢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你来我这里干嘛，我也不医生是这么说的，你来我这里干嘛，我也不能给你开什么药，你这个问题按照你现在说的基本上都是正常的。然后我缠着他让他给我开这个东西了，检查单。他说这两年看泌尿外科的太多了，特别是今年，相当无语啊。那医生给我的办法呢，让我多喝点水，多运动，经常去按摩。我还是坚持让他开了单子给我做一个全套检查吧，下腹部的做一个腹部的全套检查吧，我自己也放心一点。已经跟立新他们打过招呼了，今天中午我就不回去吃饭了。现在西双版纳地区慢慢的开始进入雨季了，又闷又热的天气确实也非常难顶。哎，再去了还有点。专业人士。我是专业吃榴莲的，不是专业开榴莲的。我看人家泰国佬那练泰拳的，用拳头砸都能砸开。这还挺有本事砸。我觉得应该叫大厨来开吧，我们这种。让我们研究一下怎么样把立琴给气死。气死之后好换过个新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我们本地当天现杀的走地鸡。反正我每次过来都要这个大哥麻烦带一下我的。哇，他家的东西好吃。待会烤出来给你吃一下，就是新鲜当天现杀现做的鸡。看出来很新鲜哦。然后这是鸡蹄灯啊，都吃。你那陆亚婷还在吗？在啊。你最近没有去啊？我好长时间没有钓鱼了。那不是陆亚婷都长毛了？哪一天我们去蒙纳，去蒙纳去钓水马六。水马六？对，只有蒙纳有，你没钓到过？没有，我连笋扣都钓不到。门太大了。大的有7-8斤了，这么大。这么长？它专门吃鱼的，而且只有蒙纳有那个鱼。很凶猛啊！听说那智商也很高，很难钓。对，那个鱼。而且那个鱼只要它来追，没有吃到的话，它就不会再回来。
咋刚才缺个什么羊啊？缺个美女。来吧，来来来来。缺个美女。过来。过来。越想去的。你加把意思跟他们协和一会吗？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哎。这个我还要给你加一个。疫情在家里面带娃吃方便面，哎，我就只能勉为其难了。嗯，吃饭了。那我自己介绍是不是太多了？那倒没有。哇，感觉个个都好好吃的样子。这些都叫什么菜名呢？着重的介绍，这是我们那个新品，这是鳗鱼鹅肝饭，用的是那种法式的白鹅肝，然后镶嵌了一下，搭的是百香果汁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当天现杀现做的鳗鱼，然后这边是我们也是本地版纳这边本地的，就是那个跑山鸡的烧鸟，在日式里面的一个烧鸟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刺身拼盘。中午的话我们就很简单的点个两个人小套餐就行了。我这边的是一个我们店里面的牛肉饭，然后这是店长送的当地的水果的一个拼盘，有10斤的杨梅，还有我们自己勐海的一个蓝莓，然后苹果是搭配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两人套餐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泰式的柠檬汁，里面是用香茅草熬的。每次过来都要麻烦你。没有，麻烦。来，香茅草，干杯。香茅草。对，香茅草。好喝哎！也加了柠檬吗？有柠檬，它有淡淡的一股香茅草味道。嗯，一般用来做烤鱼啊，还有做那些烧鸡啊，会比较常用到这些菜。对。那我就先来做试菜员了，不客气了。这个是米饭。啊，红鸡要尝一下这个提灯，感受一下大哥的厨艺怎么样？好鲜嫩啊！好的，不管是不要跟我说这东西是输卵管好了。刚刚的准备太久，我看了这个眼馋了很久了。那个是刚才那个是鹅肝，上面这一层是芒果，对芒果，加上这个鹅肝，它的口感综合了一下，细腻绵密，相当不错。这边的呢是烤的鳗鱼，它用什么烤的呀？我们是用那个电烤的，没有用炭烤，这边不能烧炭。都是当天现场现烤的，一大堆好吃的。再来串烧鸡，你下午要去哪里啊？哇，这个部位真的是相当好吃啊，外面这皮酥脆酥脆的，里面是肉肉的，它是鸡腿肉啊。嗯，对，盐烤的比较偏原味，然后酱烤的就是甜的，好吃。我回来啦，吃饭吧。他又怎么了？一直哭啊？莫名其妙哭啊。要不我们找个地方住下算了，太闷热了。你觉得？哎，现在身体出了点问题，我就觉得好像钱的东西不是钱了一样，留着也没用。刚刚去检查，那个大夫给了我一个很古怪的结论。干嘛？他跟我说，你来找我也没用啊，这个我也医不了啊，我不会开药给你啊。然后他叫我多锻炼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后面还补了一句，多去按摩啊，这个。按摩哪里？还要多去按摩，真的是服了。他就介于正经跟不正经之间吧，我也没有问清楚是正经的按摩呢还是不正经的按摩。好了，先这样了，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。
拜拜。